第一道立山高中吴俊安，第二道建国中学乐队施宝君，第三道建国中学乐队吴宏伦，第四道建国中学李国成，第五道台北美国学校彭忠贤，第六道建国中学 A 队杨奇源，第七道中正高中江奇佑，第八道美国学校张代武。其中会有第四道代表建国中学出战的李国成选手，在预赛跑出22秒48的成绩，暂时领先其他的选手。大会记录是由桃园市志明高中林博勋所保持的22秒05。八位决赛优秀选手们加油！我们特别恭喜第一名，来自高雄市凤山国中蒋定宇选手，恭喜您！还有第一名选手在是郑静玲，好，恭喜！好，可以。200公尺，八位选手加油！好，各位观众准备做直线的全力冲刺的加油！目前领先的是建国中学李国成，美国学校彭忠贤以及建国中学的队员齐源，加油加油！我们恭喜建国中学的李国成率先抵达了终点，打入我们高南200公尺的冠军，领先参考成绩22秒37。200公尺，八位选手加油！好，过弯道准备做直线的全力冲刺的加油！目前领先的是建国中学李国成，美国学校彭忠贤以及建国中学乐队的杨奇源，加油加油！我们恭喜建国中学的李国成率先抵达了终点，打入我们高南200公尺的冠军，领先参考成绩22秒37。